10月23号，辣妈蔡少芬以代言人身份出席奶粉活动，第二年代言该品牌的 Ada， 笑言省了不少奶粉钱。啊，那是当然的，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是非常好。六片有人 sponsor， 然后奶粉也有 sponsor， 最好了，如果有人送房子了，就更好了。